龙成功大龟王三六八八金是安怎来的呢？白米红山龙花1200斤，占了1/3啊。米粉酥也是三千码啊，公山来的900斤呢、啊，两个加起来2100，已经占一半了。红豆、绿豆290，旺旺仙贝13包，一包12斤。糖400斤，惊死人，盐160斤，乌熊煞树75斤，哇，统一红茶208斤，就是安尼拢总加加咧，叫做3688斤。聪明的郭青，3天之内杀龟以后，在3天之内，首先就把最容易坏的这个米粉酥、马杀鸡、沙琪玛送掉，那剩下一只大乌龟尾巴，慢慢再吃。最重的白米全部一口气送光，这2100斤就送完了，其他都是可以放的比较久一点的，慢慢啊来处理。OK。你会晓买起？啊对。